Hello，大家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吃过午餐了吗？刚刚12点是不是吃午餐？吃午餐的时间，然后现在2点准备回来了。如果你身边已经有参加这个 SME Digital Fest 的朋友还没回来的话呢，赶快请他回来，因为2点钟的这个阶段呢是非常精彩的一个项目哦。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小马。你们听得清楚我的声音吗？如果听得清楚的话，可以打个一，在那个留言那边写个一，好。下午好，Hello，Hello，哦，看到很多朋友都写 E 了，哎，你，嗨，你好，心怡，你好，好，那今天的 Digital Fest 呢？其实我要讲一下这个 Digital Fest 哦，XRY 连续几年都举办这样子的 SME Digital Fest，那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也是有主持，那在今年的时候呢，这3天里面呢，我就负责这个星期四也是最后一天，也是整个阶段，就是3天里面的最后的一场。中文秀了，这中文的只有在这几天里面举行哦，所以在这3天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总共有3000多个参与者，然后27个不同的生意主题，以及超过45个不同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还有他们的企业主来跟你分享一下他们在中小企业数码转型的路上可以做什么让你的生意更好。所以今天我先来讲一讲这。3个小时里面呢，会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包括了在2点钟到3点钟呢，就会有一个讨论会，而这个讨论会呢，请来不同的2位嘉宾，分别就是阿波伊巴萨的负责人，还有极品肉霸的负责人，会跟小马我呢一起来谈一谈如何透过直播来让你的生意有所增长。那在3点05分到3点35分的时候呢？就会另外一场的讲者，他是 GetMe 的负责人 Aris，他会跟你说一下直播销售如何、为什么、什么时候，就是透过系统如何做直播销售。然后在3点40分到4点10分的时候呢，接下来的3位就从3点40分开始呢，都跟我息息相关，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参加我的一个电视节目叫《企业帮帮忙》的。那这个3点40分一开始呢，就会有 ADPSMART 的负责人 Nicole 会来讲一讲传统宠物店做零售可以怎么样转型。然后在4点15分的时候呢，就 Gwyn 的负责人 Folly 会讲说，一个和亲园变成了冷亲园之后，他如何突破重围，透过数码转型。那在4点50分到5点20分的时候呢，Meet the Chili 的创办人 Clement 也会说，一家卖板面的如何透过数码转型来让他的生意卖爆品，尤其是他的板面，现在目前线上线下加起来呢，已经卖超过5万包了，这些东西你都要注意。好，那现在话不多说，我们马上邀请在3点钟，就是在2点到3点的这个时段的几位主要的讲者，我们首先有阿波伊巴萨的 Kelvin，Hello，Kelvin 你好Hello，你好，小马，你好。，Hello，Hello，Kelvin 你好，好，啊。那我们邀请另外一位嘉宾，另外一位嘉宾呢就是极品肉霸的 Zack，Zack 你好，Hello，大家好，小马好。嗨嗨，两位好，哎，两位。应该，我相信搞不好下面都有很多你们的粉丝，或者是你们的消费者、你们的买家来跟你们买过东西的。先来问一下，Kelvin 好了，Kelvin 是怎么一开始你的 Upway 巴萨是怎么开始来进行直播销售的呢？OK，我们是2019年的7月多吧，我们开始阿波巴萨的。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看直播看了有一个3到4个月吧，那个时候也是我看人家的直播，就觉得哎，很不错下，那个时候是想去试一试下罢了，所以都是在家开始的。都全是部买都几个是。冰橱，就这样子在家就开始了。你的阿波伊巴萨的这个公司已经成立很对，久，但是做直播还是在2019年才开始的。没有，我们是对海鲜是没有经验的，在海鲜这一行，在直播也没有经验的，也是第一次。所以2019年你看到人家做直播，你也想学学看。对对对。啊，所以就这样子开始。可是那个时候你的器材是怎么样？就一台电话搞定。真的是一台电话跟那个 stand 吧，然后then 就胆自粗己 try 粗。几次训练几次就开播了。我们用一个星期左右就准备好了，找了一些 supplier 就这样子开 try try。
可是我好奇可是你有经过专业的一些训练，要怎么样做直播吗是没有的。？OK，所以就是挡出租就自己上阵了。当然刚刚开始我们都不大会讲，所以都是慢慢学，慢慢学习的，慢慢学习的。有没有经过一些训练，就是自己训练，就对着镜子讲话，还是就对是对没对对对对啊，对着自啊？己啊，我们 try 的嘛，有好几次的，对。OK，好的，那等一下再来好好跟你聊一聊你的直播之路啊。那 Zack 呢？Zack 是怎么样开始直播的？也是像 Boy 巴萨的 Kelvin 这样子吗？我们的话就比较不一样一点，因为我们其实是在MCO 开始，就是2020年，然后7月份的时候才开始。那我们是在中间才开始的，就是我们之前也不是做这一方面的，然后我们是做直播，那我们也不是卖肉的。因为我们我们主打就是卖猪肉的产品比对，较多，就是。是肉类的食品。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其实主要就是因为 MCO 嘛要转型，然后遇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挑战，所以我们想说，那不如就试试看。也是因为看到很多人啊，包括阿波巴萨，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很红了，所以就是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平台，然后大家都在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自己就想说，哎，那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做一个卖肉的一个平台，然后去做直播的销售这样子，所以就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开始的，所以我们是属于 MCO 后才做起来的一个平台，这样子。所以你看，MCO 是3月18号嘛，距离7月有4个月的时间，所以在这4个月的中间，是不是有做过很多的考量，或者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来帮助我现在的生意？对，没错，因为在这段期间呢，其实，因为我本身是之前是做餐饮业的，就是 FM，那 MCO 开始其实对这个整个餐饮业是影响非常大。那我们这里的话，就已经把所有手头上的店啊也暂停这样子。所以暂停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寻找不同的方法，找一些出路啊，还是寻找一些其他的机会。那在这里的时候，就刚好跟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其他的朋友，那我们就是一起去想说，哎，不如我们也自己做看一个直播的平台，然后去卖东西。然后我们就在大概4月份到5月份这段期间就开始讨论，那就开始筹备，大概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是去把整个平台 set up 起来。其实开平台不难，因为你只需要开一个 page 嘛，然后你开对，直播嘛，对不对？可是对，最难的其实是后哈哈哈哈哈。面的东西，因为你就说，是我们。就是我们下单啊，然后我们要准备这些东西啊，然后要找 supplier 啊，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那我们就慢慢的去摸索这样子。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人，或者是更多的 SME 想要做直播的时候，最担心的一点就是人数，哎。这个人数，因为如果你开直播没有人，可能5个人、10个人，你会不会有一点没有目再去做下去？一开始做的流量跟现在流量有差吗？一开始的流量，那因为 OK，那我们的情况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特殊，因为我这边鸡皮肉包，那我们的当家主播就是我姐姐，她就是 Agnes Lim，然后她就是属于马来西亚艺人这一块的，所以在流量上面的话呢，她就有比较有一定的怎么说，比较明有一星定的那效个应，明星效应，对，那我们也是哈哈哈。打着这个明星效应，然后可以把那个一开始的流量拉进来。那当然，流量有了之后，人家会不会下单，会不会购买，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只是要继续想办法去提升我们的产品啊，然后我们的服务啊，然后我们的运输啊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要相互去配合。那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人不多，可是慢慢累积着累积着，那我们慢慢也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些活动啊，做一些抽奖，然后去吸引更多的人们的目光，那慢慢就把那个流量也做比较高一点起来。是，我觉得要把那个流量变现，也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其中一个重点话题哦。如果正在看我们这一场SME Digital Fest 的朋友，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留言区那边留言哦。那在 chat 那边，你可以点了 chat 了之后呢，然后呢，直接
直接在那边写下你的这些问题，或者是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应该是在 Q&A 的那边，在 Q&A 的部分 chat 那边已经好像关掉了，然后在Q&A 的部分那边都可以去留言 ，chat 那边应该还有，但是我希望能够在 Q&A 那边看到你的一个问题。好，Kelvin。刚刚阿 Zack 已经有分享了他一开始做的这个直播的流量，但是 Kelvin 你不同的就是你其实是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做了，你2019年就做了，所以比较有能够吸引到更多人的力量，尤其是在 MCO 的时候大家关在家没有事情做，应该唯一做的就是看直播，然后可能买一些必需品回家，所以你来比较一下那个流量，你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2019年的流量，然后到了 MCO 到现在的流量的变化吗？可以，其实我们刚刚开始应该讲头三个月的时候，8月、9月、10月这三个月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数都是会在真的几十个人罢了，几十个人，我们还因为我跟你说，我们没有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系统，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用manually 来做的，每个加单每个加一都是用手，好累哦，用 copy paste 一个一个来抄起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三个多月，那个人数都是还在那边，然后过后我们就也是好像 Jack 讲了做一些抽奖啊，做一些活动啊，看一看怎样去改变我们直播，到11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数才慢慢开始上来，有百三位数200个人300个人，到 MCO 过后就有1000多2000多个人这样子。然后到现在呢，现在的这个流量，因为有的人就说现在看直播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但是还可以维持多少呢？对，现在开播了会大概在500多个人，其实过年过后 MCO 开回了过后，其实人数慢慢瓶颈下来了因为可能很多人都 关在 MCO 都一年了去买东西了要买的都买了真的，因为我们卖的东西是比较冷冻海鲜，所以我们有一个困难，就是讲很多顾客的冰厨，其实如果他们现在出去外面吃的话，他们没有煮东西，他们冰厨还满满的。你刚刚有提到，两位都有提到了一点，就是要吸引人家来看你的直播，一定要有一些噱头或者是一些 gimmick。你们都有提到说要抽奖、要送东西。其实像阿伯巴萨那边做了一些什么，可不可以具体的讲一讲送什么东西，或者是做些什么样的一些 gimmick 是最容易吸引到人来看直播的？ OK， 我们就会跑比较传统的方式，我们是做优惠，我们是做优惠，因为我们都有做一些抽奖了吧，都是比较小样的海鲜我们都没有送到 iPhone 啊，送车啊，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那你的意思是你接下来要送 iPhone 送车啦？我也是觉得现在的顾客，看直播的顾客跟以前看直播的顾客有点不一样怎么说？怎样说呢？就可能以前你看直播，你真的想买东西，所以你去看直播因为你拿到优惠的价格，是你去看直播，因为比较便宜。但是现在可能太多直播的关系，所以单单做优惠是吸引不到人过来看你的直播，我个人认为。对，你的优惠是多优惠，就是那种可能有一块钱的。对对对一块一元标两元标给人家抢可是现在以前你一个五分十分很多人都很开心，但是现在的人要人人有份同人这你刚刚说同意，所以你也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对，应该对对，因为应该是这样说吧，因为直播台真的太多，就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每个人就绞尽脑汁一直在想办法要怎么样吸引观众了，所以每个人出了不同的 promotion 不同的吸金的方式，结果就导致了就说白一点了，观众的胃口越养越大，他们想要的东西越多那会不会很累？对你们来说，你们是商家，你们要做的东西，像我之前也有访问过一些做直播主的，有做游艇的啦，做直升机的啦，或者要做很多东西，又包括了像
王磊这样子的一号人物出现了之后，大家其实想要看他讲笑话，或者就骂粗口等等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有。你们会不会做的有点心累？就啊，我已经明明做了很多了，但是这些人还是不跟我下单，或者就是我的人数还是起不来，会这样子吗？啊，肯定是，就好像刚才 Zack 你们讲，真的啊、那个 consumer 的 behavior 真的不一样了。如果刚才你讲，一年前还是一年半前，如果今天我是送 iPhone 的，是，你就很快很多人会帮你分享，嗯，你很多人很想要这个 iPhone。嗯，但是如果今天你送那个 iPhone， 其实没有什么人会要那样东西啊，不是讲不要，那个吸引力没有那么大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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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可能就是以前可以吸引到一千两千人啊，以前可以吸引到人的东西，现在已经是不能了。哦，原因是什么？你们发现就是这个竞争太激烈了，可能真的要送跑车才可以了。对对对。可是我好奇哦，我相信也是很多正在看的朋友的好奇，就是这些钱哪里来呀、啊？就是你真的要去买 iPhone， 因为之前曾经有传过一些新闻，其他人啦，就是其实他送的这个礼物只是左手转右手，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明白。就是、可能自己人转一圈而已，选到的人可能也是自己人之类的。这个有没有内幕可以讲一讲啊？我这边，所以我如果我们做。就要送就要送了，对，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做过，所以干脆就不做了啊。这呢、啊、也我甘愿好像比如说 iPhone 5000块，我甘愿这一场啊，我的东西我再做到更便宜更优惠啊，因为那5000块我会放在我的产品的价格那边扣给，就直接把那个。真正的钱那个 marketing cost 会放在产品那边，是让大家买到便宜的东西，帮助这些消费者，也让他们买到开心啦。对，我们一路以来都是走着那个方案啊，到今天为止都是这样子。嗯 ，Jack 呢 ？Jack 刚刚有东西要补充？我们这里的话就，其实我们送到最印象中最厉害的产品应该是手机，可是不是 iPhone， 就是一般可能。1000块以下的手机，那是应该是我们最高的礼物了。那其实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基本上我们都一定会真抽真送，因为什么？我觉得如果客人他真的拿到了那个礼物，他一定会帮我们向他身边的朋友去宣传我们的平台，就让旁边的人知道哦，我在这里拿到一个好康。那我倒不如就是让这个。那个 marketing 的方法由他们的嘴巴去讲出来，而不是去把抽了奖然后送给自己人。那送给自己人，其实我省下来，可是客人也没有得到开心，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效益。那可能只有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吸引到一些人进来，所以我们一路来都是真抽真送啊。所以内幕的话，也不方便什么说，因为我们讲的我们也不知道。好好好，那内幕等去吹水站再去聊。但是送礼 还有一个关键，到底是要送一份大礼，还是把那个钱拆散送20份小礼，哪一个的效果会比较好？我觉得我们有试过，就是类似像刚才 Kelvin 说的，就是把那个送礼的 budget。我们换成就是很多份的优惠的产品，然后吸引人家进来。其实它是有时一时一时啦，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用这样子的策略，那有时候我们也是会拿一个大奖，然后把大家吸引进来分享，然后很多人了之后，那我们才给他们抽奖，或者是我们就会再发放一些便宜的福利，让他们尝试我们的产品，这样也是可以。就是两者我们都会去尝试调整这样子。哦、OK， 所以其实做的最好的就是基本上就把那个原本要拿来买东西的费用拿来变成是吸引让大家去下标的那种，说1元标2元标这些是更加容易，对对对，反正是真正能够让这些消费者买到便宜的东西，而不是只是可能让一个人而已，一个人才拿到那一台手机，这个就是一个其中一个方法。但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看的人多，像刚刚两位都有提到说，
看的人可能很多，但真正下单的人又有多少？要如何让流量变现？这个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可能哇，有1000多个人、2000多个人在看，但是你看你的后台，哎，那个数字比较跑不动，好像乌龟一样。那要如何让流量变现的这一块？先从阿波巴萨这边 ，Calvin 有没有一些经验分享？流量如何变现 ？OK， 有的有的。OK， 因为我们也是有 try 过做，不一样的活动嘛，就好像你比如说做一些小份的那个抽奖，说、so, 如果你做这些抽奖啦，我们知道的是哦，很多顾客来到的，都是要为了要拿那个奖才进来的。是啊，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个 conversion 呢，我们讲 conversion 啊 ，sales 啊，其实这样子就不高。嗯嗯，但是如果我们做优惠标，说我们可以吸引到的顾客，背诵我们的经验，其实全部进到来都是想要买东西的。嗯，可能人数不多，但是可以等的、看的都会下单的。嗯，因为他要你那个优惠标。是。啊，就是讲他们真的想买东西的，他们才等下来分享再抢。嗯，啊，所以那个 conversion 就会比较高。嗯，明白。或者是会做一些 bundle sales， 让一些人原本可能没有意愿买，但是你的 bundle sales 啊，对啊对啊，我们会做一些套餐啊。对，这个套餐我们在哦，今天我们做一个免邮的，你买这个套餐你就免邮到你家。啊、我们都会这样子做这些东西，对。嗯，好。啊 ，Jack 呢 ？Conversion rate 这一块，你们的那边是怎么样去计算，或者是有些什么样方法吗？基本上，跟 Calvin 说的其实是真的很雷同。有时候人没有很多，可是当你的优惠下的就是让他们都真的很吸引的话，其实那个 conversion rate 反而相当会是更高的。所以，因为我们平台是比较算是比较新一点的。所以我们在做于这方面的话，可能我们就两者兼施，就是说我要把一些特别的奖品我进行抽奖，我先把那个人气先搞旺起来。嗯，那把人气搞旺起来之后，那我一样会发放一些大家都有的福利，那让大家留下来，那之后就让我的转换率会比较稍微提高一点，那接下来他们留下来的低率也变高，那这样子就会让我们接下来的sales会比较好跑一点点。哦、OK， 我自己也是有做一些直播网卖，然后其实每一次我在做直播网卖的时候，前面的功夫都要做很足，包括了对那个产品的了解，还有可能要做一些小标签，然后让大家或者是一些白板等之类的，做这些东西可能都要做整半天的时间。所以我不懂你们两个比较经验十足的，因为你们几乎是天天都在做的情况之下，会不会从一开始做要做的这些准备和到现在，其实他要花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 ？Calvin，Calvin， 啊 ，sorry 啊，因为这边比较吵哦。哦、oh, ，我说你准备一场直播的话呢，通常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准备一场直播？嗯，我们是很 spontaneous 哦，讲真的。为什么？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去很随性吗、哦、就是要来就来了。对对对对对，嗯，我们通常都会是这样子，除非有 certain 一些 event 哦，我们讲哦，我们要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carnival 这样的东西了。对，连、嗯、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哦，今天我要做一个特别的那个套餐。如果不是的话，通常我们都会在开播过后看 customer 想要什么，我们就做那个东西给他们的。啊，开播之后才看你们今天想要买什么，然后你才做给他。嗯，对。哇，这么随性。不过你的货源也要很够咯，你要够给他们买才可以啊。哦，都啊，全部东西都够的，都有准备的。好好好，等一下再问你货源的问题哦。那 Jack 呢，做一场直播需要花多长时间准备呢？哦，因为我不是上台直播的那个人，是，那主要就是我的主播们，他们基本上都会花一点时间去大概去看一下 ，OK， 今天晚上大概要卖些什么产品。那其实 depends on 他们的速度啊，因为如果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可能要花个
算小时的时间去讨论啊，跟就是两位主播一起去讨论，然后才finalize 今晚上要干嘛，要卖什么这样子。那到后期其实就是慢慢熟练了之后，他们就大概就好像 Kelvin 说的，很随，比较随性的，有时候他们已经 plan 好前面就是大概要卖些什么，可是到后面的时候因为整体的环境或者是可能观众的反应的不同，一定会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那我是建议如果你是刚开始做直播，那还是要有一定的一个小小的 planning 这样子，就是做一个简单的 notes 让你知道 OK 接下来要干嘛，不然的话如果你还没有那么熟练的话，你可能会一时就是blank 掉，你可能不知道哎呦我接下来要卖什么东西，然后观众跟你讲话，然后你可能就应付不来，手忙脚乱。对对对。所以你有没有试过你的主播们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然后可能就 stand 在那边，然后你有没有出来救场？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们的主播都是真的很专业一下，是非常专业，所以他们是临场反应啊什么他们都可以 handle 得到，所以是不会有这种问题。技术问题呢，会不会突然断网之类的，这个应该时常遇到过。怎么办？那个时候如果突然断网 ，Internet 不给力，然后哎，每个人就讲说哦，听不到声音，或者是你的整个 Facebook Live 就断掉了，怎么办？如果是听不到声音的话，那就想办法去，可能是因为有时候会用麦克风，那麦克风上面可能是没有电还是什么，那就去赶紧紧急的小助理会去帮忙做。那如果真的是断网的话，都没办法，那就让它断吧，断了再开过吧，就只能这样子。是是 ，Kelvin 呢？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一些出彩的一些经验？So far 都没有什么东西啦，都是有时候网络不是太好啊。嗯啊，因为我的店这边每次都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啊。哦，是啊，那边的 Internet 不给力啊。对，不给力，所以没有办法咯，有时候开了，哎呀，断了就再开啊。其实做直播的一个好处就是讲，不用太多的准备。如果真的是 disconnect 了，没有办法喽。很多东西你不需要担心。其实我觉得很多做直播的也在想，那个如果我是独立个体的话，要做直播，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本来那个存货是有限的。那要怎么样去处理那个货源的问题，想请下两位分享一下。先 Kelvin 你来分享一下你的，哎 Kelvin 走掉了。Kelvin 还在吗 Kelvin、啊、有好好好，怎么下，你那边下雨了是不是？你要去收衣吗？因为有人清理我这边OK 是啊好。那我刚刚想要问你的问题就是货源的问题怎么解决，还是你们一直以来都是你应该是说你的从买货到出货那整条线，其实你是怎么去构造的呢？ OK 刚刚我们开始时候啊，我们只有一个冷房一个店。但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冷房会比较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卖的那个 SKU 的产品其实也不多。其实我们都会 keep 在大概在20样产品到30样吧，都蛮久的，都整差不多半年都是卖很少样东西。就是 focus on 那些比较 main 的产品，都是卖海鲜多。So when 生意做大了过后，说没有办法，我们就开了一个厂了。那个厂就帮我们囤很多的货。因为那边我们可以放一个最少3个 container 的东西，一个6-7个吨的货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全部货就放在我们的厂那边。哦 ，OK。所以我们就有人每天会载那些东西，载那些货过来。所以我们就不会有那个问题了。过后，你们一开始是直接跟那些渔民渔夫买吗？还是怎么样 ？OK， 因为我们没有。做冰鲜嘛，我们都是做冷冻的。明白。我们有跟本地的拿货，自己进口都有。OK， 只是我好奇的一点就是，因为直播卖的东西，为什么感觉都好像比外面市场买的便宜好多？然后这个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所以你们的货源
这个应该也是很多人想要知道的，为什么可以那么便宜？为什么可以那么便宜？是因为你们没有经过很多手，还是怎么样呢？可以是这样讲，因为我们拿的全部都是，我们都是拿量嘛。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产品拿，可能外面的，其实 before 直播啦，我有做一些 research， 我们知道的东西，其实 before 直播，冷冻海鲜在外面是跑很慢的一个产品来的。OK， 不是 fast moving product 来的，都是跑比较慢。所以如果你问我们的话，量也是比较少的，他们的量。但是 when 我们直播台进来过后，我们每一天的量是可以算几个吨几个吨的。哦。就我们真的是跑量的，就讲哦，赚那一点点就够了了。明白。就放手就换。OK OK， 所以量很重要，有量那个价钱才能够把它给压下来。对对对对对。是极品肉霸这边的经验又是怎么样？也是一样这样子的方法吗？其实大致上是蛮类似的啦，因为我们就好像其实平常如果他们在买一些，例如说叉烧包好了，就是说例如我们卖叉烧包，那一般你在市场上面可能你看到的叉烧包就是在摆在一些地方冷冻的话，那可能它的流量可能不会到那么高，可是当我们在线上贩卖的时候，那我们一喊叉烧包，然后那个加一就是一直上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天就可以卖了、可能上百包甚至上千包这样子 的那个数量，那累积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蛮庞大的数字，所以在、生产商那边它一定会给到我们比较漂亮的价格，所以这是真的是说 量真的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方面的话我们还算是比较还在走着啦，所以我们还没有到那么大，但是我们也体会到那个数字的那个威力，就是说我其中一个产品卖的特别多，那之后厂商可能会给我更好的价格，同样的产品，然后我们会可以有更好的 offer 给我们的客人这样子。所以你也是直接去对那些生产商或者就是直接进口商，然后让你可以拿到更便宜的价格。对，基本上都是这样子，会比较也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就减去了中间很多层嘛，所以怎么说为什么会比市场上面的价钱来的低一点，那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不是有的人甚至是很担心，哎，直播为什么那么便宜，然后我在那些杂货店买的那个价格反而更高，他们就会在想直播的东西是不是 quality 比较不一样，这个是很多人担心的，其实是因为你们刚刚有说那个量可以压下来，所以你们才能够卖得比较便宜，也帮助这些消费者。对对对，没错没错。好，那回到消费者的情况，我相信应该所有的人做直播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在寄送方面那边可能出问题，我相信可能你们在包装或者就是在其他你自己对你的货源会或者对你的产品都很有信心，像是我之前有卖玻璃保鲜盒，在卖玻璃保鲜盒的时候，当然那个玻璃保鲜盒好好的，但是在寄送过程当中，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帮我送货的那个可能不管是谁的话，那个送货员可能真的一不小心就把东西给敲碎了，或者是把他东西拿得不好，然后结果呢那个买家买到的时候呢是对我的东西是不满意的，他就说哎，缺了一个角或者就已经碎掉了，当然我们厂商就马上补发一个新的给他，这个就是希望能够让他满意，但是你们是生鲜肉品哦，对于收到来说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更加挑战的，要怎么样确保让所有的买家都收到的东西都是让他们感觉到满意，甚至是不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争议，例如说之前有争议是明明说那个虾是这样的，但是解冻了过后全部都是水，那个虾只有几百克而已，这些争议一直都在。那Kelvin 先来问一下阿波伊巴萨的经验，怎么样让消费者满意你们整套的服务呢？ OK， 好像刚才你讲的我们叫它 glazing 啦，对吗？刚才你讲那个虾到最后有冰啊，这也叫 glazing。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我们刚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应该一年前两年了，一年多前就会有出现这些问题。就讲有顾客都会问，哎，怎么不足称啊，
做么退兵了会变这样少啊？会类似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些产品我们都是对进口商，所以其实不管今天是跟直播台买，还是今天在外面的 grocery 买，其实也是一样的东西。But 可能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顾客还可能他们习惯在巴萨买东西，是还冷冻还很新啊。你问我的话，冷冻那个时候还很新，所以就有很多这些的问题，因为 customer expectation 不一样嘛。是 But 如果你到今天你问回我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一个顾客会讲关于这个 glazing。到现在啦，到今天啦，已经没有顾客会 question about glazing。但是到现在反而我要叫顾客跟他们讲，因为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自己开始进口了，我们都想如果可以的话，因为以前还没有能力自己进口，都进口商进什么东西我们就卖什么东西，我们没有的选择啦，可以是这样讲。但现在我们自己可以进口了，所以我们已经开始慢慢进口比较好的东西，已经越少 glazing 越好，越好 quality 越好，我们都会走着那个路线去走现在。当我们要跟顾客讲，哎，怎么我的东西会比外面市场贵一点点，因为你买的是肉，你不是买的水，外面你买的是水，我这边买的是肉，要开始要教育他们，要教育，反而要你们要教育他们。对啊对啊，因为很多时候你买一公斤哦，你在我这边你真的拿一公斤了，在如果外面有 glazing 的话，你可能 拿到的是700克600克，它便宜28仙，但你少了48仙的肉，所以这些东西我都要慢慢教顾客。因为其实加水分也是要钱的。是Jay 呢，Jay 那边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们线上做直播卖东西跟他们就是一般消费者在线下去购物商场还是去 market 买东西，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看得到，然后摸得到，然后他们自己去挑，自己买，自己付钱。那我们的话呢，在线上的话呢，他们只可以看得到，但是他们感觉不到，他们摸不到，所以主播说是什么，他长是怎么样，他感觉是怎么样，顾客就会觉得他就是这样。可是因为刚刚 Kevin 有说 expectation 不一样，他想象的东西是这样子的，可是他收到的时候发现，哎，为什么原来是这样的，这样子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 comment 啊，或者一些 feedback。 But so far 我们在这一块上都算是处理到蛮 OK 的，就是我们尽量不会有这种情况去发生，因为好像例如说这个东西是特别大或者特别小的，那我们主播都会在直播上面会跟客人 说明 OK 这是多大啊，这多重啊，然后哪一个东西来做一个 comparison， 这样子至少客人在心底有一个底，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那拿回去他们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 feedback 或者 comment 这样。那当然运输方面的话我们也是一直要去 enhance 这一块啦，因为就好像你说的，就是有时候如果他们送货的人没有把那个东西收好，或者是送到的时候可能因为是冷冻产品嘛，然后最重要就是客人想要收到的时候是完美的冷冻，是，对，但是其实有时候很难完美的冷冻，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嘛，那就好像你平常我们自己去超级市场，我们买冷冻的产品，是，那你买了，然后你装进袋子，那你放上你的车回到你家，基本上这段时间就会让它有稍微的解冻。那其实我们送货的过程也是一样的。那当然我们不能够说100%就是还是硬硬的状况，可是其实到他们家的时候其实那 condition 还是非常好的，那只要是他们能够接受。那有一些客人如果他们完全不能接受，他们就会一直来客诉啊，对，那当然我们也是尽量会去安抚他们的心情啊。所以在 after sales service 这一块呢，我们做冷冻其实也是非常的有难度，因为客人，所以 after sales service 也是很关键的一点，不只是在开播的那段期间，反而可能你们花很长的时间。我自己做过，我做 after sales service 可能是熬夜在处理这些有的没的东西的。对，因为客人他们当下下单的时候，他们其实是
很爽快嘛，就是按加一加一，一直喊加一，你也看到加一很开心，加一加一很开心。结束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客服那边就是要去就是要把他们的问题一一的去解决，然后他们的疑问啊，全部东西都是后台那边要很加强的去做。那把他们的订单完成到送货这段时间呢，都要让每一个细节都是尽量保持是符合客人的需求，因为不然的话，客人很容易就会投诉你，或者是他会骂你。而且现在，因为我们做的是网络的生意，是只要稍微有人 po 上去什么吹雪站什么吹雪站哦，真的，那个事情就会很大了。所以我们也是很怕的，就是我们是在做网络，我们很开心，可是网络上我们也很担心，因为它好跟坏真的是一线之差。真的，所以那个品质很重要，你们的名声都维持得非常的好，所以今天才会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们两位做的为什么会那么成功。但是回到了一个很多人刚刚想问的，例如说就有一个朋友 Eric， 他其实问那个直接加一的那个模式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因为以前刚刚像Calvin 他自己有说加一手写或抄单抄到凌晨，我记得王磊是说他第一次做那个海鲜直播的时候，到凌晨抄单到凌晨三点还是五点，我忘记了。所以这个系统的变化是怎么样去调整？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现成的系统，只要你去，有些是有要花钱，有些是不用花钱，然后就可以让你完成，只要写那个加一就直接进到的整个系统，你后台完全就由电脑来处理。Calvin 先请你分享一下如何从手写抄单到现在的可能已经是完全系统化了。OK， 其实现在我们这些我们叫它小帮手啦，小帮手。刚刚开始四五个月后我们才开始用小帮手。把那个时候真的小帮手就 for 我们哦，真的拿来抓加一罢了。因为每个人哦，他们卖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每一个小帮手每一个系统对每个你们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啦。所以现在我们都又在改了又有新的东西啦。对啊，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新的这个会比较适合我们，连我们都会慢慢跟这个 software developer， 我们会跟他讨论，有什么东西可以进步啊？他们都会慢慢帮我们去改这些东西，帮我们加一些东西啊。所以他是可以弄到更方便，可以加一这些出买单，可能改天帮我们做买运输这样子，所以会很方便。现在 okay, 现在的系统跟已经是整套的了，现在快很多，好很多。全部都是用现在我们全部都是用这 payment gateway 的。因为之前还要去 bank account， 还要一个一个。那个好烦，那个真的很烦。真的很多，又有一些顾客他们都会发一些假单过来。假的 banking slip 都中蛮多一下的，其实都。所以有被骗过啦，有这些顾客骗过。几十千跑不掉。哇。OK， 了解，因为要骗你的肯定就是他们都会找到方式去做了，对呀。我自己是用 Easy Store， 然后就 Easy Store 那边就直接，我真的有些顾客是他没有办法的，他就直接讲说我用加一咯，然后就是底下要跟他沟通，然后他就bank transfer。我也试过曾经讲说他不想要用他的 credit card， 因为他觉得这些系统我不太有信任，所以就变成是要跟他沟通，还讲说我去 bank transfer 给你咯，他就很传统的要跟我拿 bank account， 然后去到那些 ATM machine， 然后 cash deposit 这样子进来，他才比较安心，因为他可能是比较传统，也比较少网购的这一块。所以Jack 你自己又遇到怎么样的一个转变？你是如何，还是你一开始做直播，因为你刚刚说你做直播是去年才开始，后期，对对 对，所以那个系统应该已经很完整，你没有用手写抄单的，你没有经历那一个历史。那是他们就是比较怎么说，我们的比较鼻祖就是直播组，就是比较前面的那些比较厉害的，他们都是用手写转换成加一的系统，可是我们的话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有这样子的系统，那我们就去试用，然后我们就尝试，就是一开始我们就用跑着系统去做。那基本上会遇到的情况就是说，
像你刚说的，有一些客人呢，他们是不太能够接受太过系统化的东西，因为他们想要跟我们的客服 customize 很多事情，就是说他想要这个啊，他想要那个啊，他想要调整哦，说哦，我买了这几样哦，我只要出五个产品，另外五个产品我下一次再出货之类的，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调整，那就导致了其实有时候我们用了系统，可是他们又不要 follow 系统，所以我们也是会慢慢的去做一个教育的部分，让他们去习惯。那我们跟他说，你用系统的话，我们帮你出货会特别快，我们一定会比较快帮你处理，因为你系统了嘛，那我们的人力就不用那么多去一直去帮你 handle 每一个订单，那接下来的整个步骤我们一定会比较快速一点点，所以我们要去教育客人说，你们尽量就是尝试用我们的系统。那当然系统方面也是不是每个人的系统都很符合商家，所以你要去跟系统的 developer 确实是可以商量的，因为他们也是在把这个系统卖给很多的直播主，所以他们如果在某个部分 enhance 的话，其实对于每一个直播主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基本上他们也很常会跟我们聊天说你们有什么功能觉得需要加强的要改善的，他们都会一直跟我们在沟通讨论，所以这方面的话其实就没有那么担心，因为越来越方便。是不是要付费的系统会比较能够帮上忙？基本上有些是便宜或者是免费的，现在很少有免费的嘞，就基本上他们都是要给钱的，对，他们就给你试用期，然后接下来一定是付费，因为市场有这个 demand， 所以他们一定要收费，而且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做他们的那个整个软件的提升啊，其实都是需要很多精力的时间，所以 OK。好，了解。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就开放给大家 Q&A， 然后也来问一下，看一下 Kelvin 还有 Jack 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像 Vinny 他问，请问冷冻运输有哪家运输介绍吗？是只是运输半岛？好，这个问题比较可能我把它放大一点，要如何去找一个好的物流商来跟你们配合？阿 boy， Kelvin， OK， 其实现在都有蛮多的那些 coaching logistic 的公司的，所以也是要看你们自己的店在哪里，连收货时间在哪里，方不方便自己啊？因为我知道的有一些就你开一个500块、1000块，你就可以开五口了，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合作了。把有些公司可能你们要开一个20000块哦，要放 credit 先的哦，OK 啊，所以有现在外面都蛮有好几家了，都蛮多个了啦，跟以前比啦，都有蛮多个，但是到最后也是要看回你们的配合，等你们的配合了，我会讲的应该也换过蛮多家的吧，就是寻寻觅觅，可能到最后可能才找到现在用的最好的这一家，或者是配合度最高的。其实没有一家用就用到现在了，都很好，都很多家过来找我们吧，我们都没换过了。但是如果你讲没有问题是没有可能的，都会有融化的问题啊，还是什么什么 issue 啊，都会有啦，我们都会去解决这些东西了。明白。Jack 呢？那个物流运输，对，物流运输上面的话，其实现在竞争也非常大，基本上每隔一个月这样子就会有新的物流公司会来找我，他就说我们这里也是有做 cold chain， 然后他们有提供什么服务，那当然也要看对方的那个他们的团队，他们的车队大不大，就是他们可以 cover 多不多的地方，那还是还有一些地方特别偏远，可能有一些运输公司他们就不去，他们就完全不考了，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影响到如果我这边接的客人，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做到，这就是会造成客人一个不好的印象嘛，所以我们也是要去顾及 coverage 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他们运输的时效，就是快不快，然后会不会又会有那种漏单啊，还是司机的态度好不好，其实是有很多啦，是要就是要去跟运输公司去一直不断的去讨论，然后一直去进步，对对对，要让他们知道有哪一个地方要进步，他们也是希望我们提供他这样子的意见，然后
大家就可以一起成长。了解。嗯，好，这位 Yong Jie Dio 他说，关于进口 Calvin 你们有自己的 APP 吗？然后冷冻海鲜还有食物要经过卫生部等等的检查才可以进口吗？哇，这个是个大问题。 Calvin 对呀、啊、对呀、啊、要进口全部都会有那些因为全部那些文章都是在华语的，很多是啊，所以有一些东西我都不会，我也是交给 forwarder 他们自己做的啦。嗯，把全部都会有那些你讲certificate 啊 health cert 啊全部都会有到完的。嗯啊，其实现在进口东西要认识人啊，真的是我会要讲要认识人啊啊、嗯、因为我们也进口过一批东西啊，跟我们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来到的 spec 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自己进口要小心。OK，如果不是你整个 container 来到不一样东西，你就傻眼了。真的会的，真的会的。啊，原来都蛮正常的。如果自己进口的朋友都知道的，都蛮正常的。你十个柜子有可能两个柜子会有出问题的。明白。嗯，哇，所以进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要做很多的功课。而且你刚提到的就是。有人在朝好办事，可能会就是里面有认识人会比较能够做得到东西就对了。因为其实厂家也很多，外面太多了、嗯、太多了。是就讲比如说我要进口三文鱼，三文鱼都有很多种三文鱼。嗯啊，你要进手动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手动啊、嗯、所以也是要自己要会，因为每个 spec 都不一样价格的。嗯、啊、要会选厂家。OK。好，这个又是一个可能再继续做下去之后呢，就很多的学问，要慢慢摸索啦。啊，对对对，真的。好，再来看这个问题 ，Annie 她问，请问你们目前的直播的团队大约多少人？因为可能在这个荧光目前就是在手机那边看到，可能一个人、两个人或者顶多三个人，所以他们不知道整个后面要团队要多少人才够。然后请先回答这个问题吧，你们团队大概多少人？阿 J， 你们的团队大概公司整个全部上上下下多少人？我们其实很小团队，我们公司上上下下，包括一些 part time 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十人左右，大概在十人左右、哦，整个公司上下、嗯。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属于蛮小公司啦。就是那当然我们在目前也是一直在慢慢的 expand， 就是我们也在寻找这一些。更适合的人选啊加进来，让我们的一切的 operation 会更加顺利一点。所以其实直播团队有很多，其实还有更少人的也有，少人的对、嗯，确实越少越好啊，对，越少越好，少越好。为什么越少越好？因为人都是本钱啊。啊，对，可是你的生意，你的生意做大了，难免你的团队就要变大啊。对对对，那也是没有办法，就是。矛盾，这是矛盾点，矛盾啊！其实团队变大，代表你们的生意变好。所以阿波伊巴萨有多少人？我们现在有30多位了，30多个，就是前前后后后面处理的、送货的、包裹的这些全部，啊、包括加在一起啦。客服又十多个，哇，客服十多个，哇，代表你的生意真的很大。所以很吃力。跟要真的要很多人手的一个工作来的直播，嗯，不简单，不是很，因为很多人看到直播，哎，直播很好赚啊，直播很好赚啊，容易啊，一天开播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啊，后面的工作太多了，要买你的 after sales， 你的有一些问题的东西，太多东西处理了，是。跟我拍电视节目是一样的，你们看到是那一个小时的节目，但是我后面可能是拍了好几天或者几个月的东西才累积出来的，是一样的道理。在最后的时间可能再问一问你们，你们觉得直播带货的这一件事情，它是一个潮流，还是它可以持之以恒一直做下去的？你们觉得它是一个能够长久的生意吗？有没有心里面突然可能睡觉突然又睡不着，午夜梦回的时候在想，哎，这个生意到底是能够做多久？因为毕竟它可能是跟着 Facebook 有 Facebook Live 了之后才出现的一个东西。你们觉得直播带货还能够做多久呢？啊 ，Jack， 你应该有很多心里面有答案。
我是觉得说，目前的话，整体的那个环境其实是越来越竞争了、因为越来越多人都转型了，然后上来做直播带货。可是另外一点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直播上面做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成绩出来这样子，因为真的竞争真的太大，你就随便晚上8点一开。一大堆人都在做直播，然后到底哪一个人的直播才能够真正走出来？其实我觉得接下来其实直播它其实只是其中一个管道了，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走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电商的品牌，那我们自己有吧，我们是一个电商品牌，那我们在底下我们会有自己的网站，那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销售管道啊、会去进行一个延伸，那我们就不会把所有的那个 sales 的 channel 只是单一投在直播，因为这样子的话，如果有一天啊，就是他说 Facebook 说啊，你们只是靠直播的话，那其实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是建议，如果说你刚开始要去做想要尝试走直播这条路的话，就是可能你可以偏向去用直播去把你的名气提高，因为直播是比较容易让你接触到很多陌生人，然后可以跟你互动，然后你可能因此有机会红起来，就好像王雷大哥这样子，他就透过直播然后就爆红起来了。那如果你透过这个地方爆红起来之后，那你接下来要部署你接下来走不同的路，就是可能你会有你自己的站下单，那你可能会有自己的团队去跑 sales、甚至你可以做到去批发，还是你可以做一些 F&B 的生意，再从你的自己的平台去延伸出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就是公司啦，就是我们的企业要接下来要走的路会是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明白。所以你就有要需要开发自己的网站，像是 Bevin 也说 ，Do you have your own website? Do Malaysian prefer to buy via FB Live or website?以这个点来说，其实你就是希望能够也要有自己的网站，不要完完全全靠玩 FB 直播。如果哪一天 FB 真的它的 system down， 或者还就是说完全不直播，或者是出了就是 FB 也整个关掉了，你们的生意就直接没有了。对，所以就是说我们会想说，就是把这个东西都先在就是未雨绸缪啦，先把这事情都准备好。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发生了，不管哪一个地方发生的状况的话，那至少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还有自己的一个客人，对，还有一个客人在。而且说真的，因为刚刚有那个题目里面有问到说，就是大家是 prefer FB 买东西呢，还是在网上买东西？那我可以分享的就是，其实是两回事，因为会在直播下单的人，他们就是很喜欢直播下单。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跟主播互动。他可以问问题，然后他可以抢福利标，可以抢一些优惠，那感觉是不同的，就是有一种比较互动型的购物体验。那如果在网站购物的话，可能就主要就是要快要方便，就是我只要 one click 按然后接单就可以拿走。所以它是属于不同类型的客人，就不能把它放在一起。但是你两个的东西都要做完整，对，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把这两边的客源都把它去稳定下来，就是都有这样子会比较长远来看啊 long term 就会比较好。有人对你们的东西有意见呢，就是为什么没有 English version for the product? When Jimmy can have English version for the product? 因为他就说有很多 English ad customer 他们不会念华语。 OK 好，要加油，这个意见我们可以把它收进去。好，明白。好，谢谢 J 哈。Yeah. 那 Kelvin 呢 ？Kelvin， 你觉得这个直播的行业，尤其你又做了那么长时间，2019年就是还没有在 MCO 的。除了 Facebook Live， 我们都跑去一些就比如说offline 下单，是，我们去一些 marketplace， 好像 Shopee 这样子，都会开始在那些地方都有，然后我们都会进入 retail 换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都慢慢去 diversify， 都不会好像以前这样就 focus on 100% 在直播了，
我都慢慢 from 人家 from offline to online， 我们就要 from online 去回 offline。嗯，反而会做回线下生意，就是。所以今年我们要 focus 东西是去回 offline。嗯 ，OK， 去回 offline 是直接开一个实体店了。是。哦，这样子是有帮助的吗？你们觉得这样子也能够让在应该是不同的客源吧，像刚刚 Jake 讲的，就是他还是会线下的可能是另外一批了，那线上的直播的还是另外一批，然后网站的或者在 marketplace 的 Lazada Shopee 那些跟你买的、嗯、又是另外一批人的。对对，所以你要把它扩大、都会不一样的顾客啦，都会是不一样的顾客，但也是有一些是会一样的顾客，我会讲的 两方面的都会有，所以我们都是 try to tap on 每一个 different marketplace 的顾客、嗯、因为现在我们只 tap 到的是 Facebook 的顾客嘛，是、啊、但是我们想拿买别的、别的 cake 啊，明白明白、FB 的 cake 太多人吃了，是要把蛋糕做大、对，做大它，对啊，真的了解了解。好，到最后我相信可能因为时间有限，我可能没有办法针对所有直播的问题都回答，但是我觉得再请两位再来分享，或者就是给这些想要做直播的朋友一些小建议好不好、Kelvin 你先说，要有些什么忠告，就是你这三年来的一个经验要大胆去做，要坚持，嗯，要大胆去做，要坚持，要找人家讲什么，找那个 blue ocean 啊 ，OK， 蓝海啊，对，嗯，因为现在已经是 red， 是、啊、直播是红海了，对了对了，你要找那个 blue ocean 出来了，嗯，可是这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当然了，虽然讲了找蓝海，如果容易，全部都成功了，是，就。啊，今天不会是只有你们两个了，今天可能300个人了。真的是要不容易，要找到自己的出路，一些深吸下去了，要做很多 research， 很多功课。嗯，好，到 Jack 有些什么忠告？不要来做，不要来抢我生意。有啦，就是说其实 整体的那个环，整个现在的环境呢，其实是蛮适合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做些小生意啊，或者做直播啊什么的，因为它是算是门槛算比较低，可是如果你是说你要卖的产品，那你就要去选好说你到底要卖些什么，然后你能不能走长远、嗯、就是这一个东西我觉得要看到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你可能拿一点点东西随便卖一下这样子，可是你要想到你这个东西究竟是要做长远的，你要把它做成一个企业呢，做成一个公司，还是你要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跟两个朋友就一起、只是开开心心做一点 part time 这样子、嗯、但我觉得在一开始的定义上你要把它分到比较清楚，因为我们是走着比较属于平台还有企业的路线，所以我们把它搞大了、嗯，接下来我们只能想办法把它越做越大，就是一直往这个方面去做。可是如果你想要就是尝试做直播带货还是什么，我觉得一开始你就真的是放胆去做，然后你就看你的观众是谁，你要把你观众群先锁好，你要给谁看，那你要做些什么东西让他们想看，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精心去策划去设计的，而不是说我今天开了镜头大家就来看我，而是我今天我知道我要打给这一群人，那我就是特别做了一些什么东西来想办法可以吸引到这一群人的眼球，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机会你的成功率就会稍微调高一点，但是我还是同样一句说真一句，真的是不简单。做任何生意都是因为像是很多媒体都把它说就已经是一个主播了，有点半明星的状态，因为你是每一天都要在荧幕面前在那边跟你聊天讲话，对对对对，所以真的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后台那一方面呢，相信是更多的是需要去做功课，甚至是你的商业策略其实也要做好，不是拿了一台手机开了一个灯光然后拿几样产品就来卖你就能够飞黄腾达，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都是要慢慢的去琢磨这一门生意才会成功。今天这一个小时很精彩哦，
非常感谢有阿波巴萨的 Kelvin， 谢谢你 Kelvin， 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还有极品肉霸的 Jack，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再会，谢谢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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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bytes Grow Your Business Online。